耀灯光。我第一次睇 A copy 咧，睇到嗰个银幕咧系宽银幕 ，Dolby Sound 又出咗嚟，咁即系嗰啲 full scale 嘅音乐出嚟。即係我自己覺得好感動咯，即係一件嘢咧，就即係自己諗咗，即係做到咁耐，同埋係同自己嘅童年往事有關，所有啲人物咧都係我熟悉嘅人物，然後見到佢哋即係經過啲演員嘅咁即係揣摩咁即係演繹嘅話咧，好似又將我掹翻去細個嗰陣時候，見到啲叔叔伯伯啊喺眷村入邊啊嗰啲生活，我自己好感動。其實咧，呢套片係就係、是、等於我自己嘅童年往事嘅一種即係、就是、回顧。所以咧就對呢套片嘅話咧，我自己嘅感情係好深嘅。尤其係拍自己即係、就是、童年嘅即係熟悉嘅嘢嘅話咧，又唔可以太濫情。所以我係其實係用一種即係唔係好激情嘅方法去拍呢套片。成套片所有啲美術啊、軍車啊、制服啊呢啲全部含冷即係重新做過嘅。尤其係呢套片係關於我自己嘅童年往事，即係好多熟悉嘅，譬如話後院入邊個水井啊，即係呢啲嘅話咧，我都希望即係可以重現，希望即係大家可以感覺到即係嗰啲詩情畫意嘅某一面啦。刘将军是一个节俭保守的军人，他相信不久就会光复大陆，坚持不刻意整修庭院。但是刘伯母却是一个美丽优雅的上海闺秀。我自己觉得电影咧就俾我一种动力啊，一种 energy。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我自己覺得唔覺得自己即係係而家自己咁嘅年齡，我覺得自己仲係好後生，就係因為電影俾到我呢個動力，同埋俾到我一種嘅即係希望同埋幻想，同埋一種即係創作。呢啲係我覺得即係寫作或者影相啊，呢啲俾唔到我嘅。電影咧令好多人咧係。即係唔分國籍啊，唔分即係語言，你可以溝通得到嘅。即係只要你係真心對於呢個藝術嘅話咧，咁你可係有一種共同嘅語言嚟嘅。即係我相信咧，就人係要有夢想嘅，同埋我相信咧係有朝一日咧呢個夢想咧就會變成真嘅。我好細個嗰陣時候住喺台灣，我夢想即係自己要做導演，咁。我唔放棄，咁我足之做咗導演啦。咁啊，呢個就係 I believe。别错过香港国际电影节 ，Don't miss it。